有啊，没有在这里，怎么办？谢谢。用力咬在这里。YouTube 频道，现在呢，我们在车里面，我们想要去哪里呢？去哪里？去太平山。Let's go. 对，因为难得娃娃来太平，所以呢，要带他去太平山爬一爬山。因为娃娃一直说他很期待跟雨萱还有凯文一起爬山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兴奋，有没有？像我哥哥。可是会不会担心下雨？因为我看到外面好像天黑黑，对不对？对。怎么办？快点祈祷我们。我们快祈祷，希望不要下雨哦。不要下雨。对，因为明天我就要回了。No God, please no. No God, please no. No. 就是很舍不得。很舍不得。好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到了那边呢，再拍给你们看，再和大家分享我们去哪里。哦，对了，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要做些什么？来，我们还要说什么？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对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还有记得 follow 什么 IG。 Yes， 都好聪明，100分。好啦，那等下我们再见。嗯，拜拜。耶，我们已经抵达太平山。我们现在到太平山了，这里就是 Bukit Lalut 太平山。老婆，你有来过吗？没有，今天是我的第一次。然后之前呢，每次就是听到老公说回来太平呢，一定要爬到太平山，就是这边。然后今天难得有机会，就是我第一次，好开心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跟我老公比一比，看谁的 stamina 最厉害，对不对？ OK， 谁可以爬到最高，okay 啊、好不好？ Okay， 好啊，约定你啊！哇，大自然。听说有很大很大的蚂蚁，这里就是开始啦，老婆走啦，开始，开始运动，来我拿，你们要小心哦，这里可能会有 dinosaur 出现。有啊，上次我看过一只暴龙。要慢慢走哦，知道吗？这什么你？我觉得一走进来这里哦，那个空气真的是不一样，清新哦，大自然，对，然后又很舒服哎。对呀、啊，我每次叫你来爬，你都不要，妹妹是不是？哇，这里的空气很爽啊、哦！这些空气很清新，是不是？啊？你有嗅过这样清新的空气吗？没有。没有，继续。大自然。手牵手，不要走失哦。来，我们冲上去，一二三，哇，这里两个很开心，好，终于可以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其实很久没有出门了，被关了多少天，120多天啊，哈，雨萱终于出来了，8号 lockdown 200多天吗？我没200多天出来过，出来过一次是吗？昨天两三次，两三次了，哇，他们走这样快去了，你看空气清不清新啊？呼吸。One hour later， 有力吗？把它牵起来。我们已经爬了差不多20分钟了，还是很好，你看，没有感觉的。雨萱好像很累。你累了那么久，要减哦。龟甲，所以龟甲。哇。Monkey。Baby monkey don't take my stuff。手断了。对哦，一个手断了。啊，下来呀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快点走！你看老猫咪，小心啊！哎，慢慢，可以动的，不用紧。哇，刺激吗？真正的在森林里面了，真的有那种感觉。爬山，等一下我要起火。起火。等一下我要捕鱼。这里的野果我们不可以乱采哦。哦。哇。你看这叶子，有点蓝色的，看到吗？哇。哎，它是含水草吗？对，我的。它果实有毛毛，看到吗？哇。哇。
berry 长毛哎，类似哦。可是那些野果不可以乱乱动，也不可以乱乱吃、哦。乱乱吃。这个是我的表。Hello。外孙，外媳妇，外家，外长辈。大脚太平就是走到哪里遇到谁都遇到人。哇，我流很多汗，你也是哦。嗯。好玩吗？流汗了吗？超级好玩。超级好玩。我们今天来寻宝，看谁能找到宝藏。碍眼哦。叫布赖。布赖。几岁我就不认识了哈。布赖。他很高哎。蛇洞，妈咪讲这个是蛇洞。哇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哪里？搬植物，你看这里，搬蚂蚁耶。你看中哎中哎，哎那个娃娃看，娃娃来看，凯维呢？宝宝哎，我们凯维，哎，凯维，他跑去哪里？上面呐、啊，他们刚才，他们走很快、啊，刚才。走上去啊，自己。后面呢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好玩，没有啊，没有在这里，怎么办？在上面一点，上面。去上面找。他们应该冲上去了。用力哦，这次。上一次聊天，没有看到他们，你有看到他们吗？没有。啊？他们先走哎、欸。快快快！快点看一下，在哪里？有吗？哪里？哎、欸。哦，小孩子啊。啊！在那边做吗？好吗？哎，做吗？很香哦！啊，躲起来呀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你们在那边做吗？啊？我们在上个月有马来小孩失踪。哦，是啊。所以说你们要带小孩小心，没有他们看到路啊，他们就上在失踪去。哎呦！吓人在下下。啊？没有，这样走。所以我们走吧。不可以再说了。你们要去找什么啊？你们在哪里？找东西，我们在。你看蚂蚁是吗？哇！看你们两个。你乱乱跑啊！可是你要跟我讲，知道吗？嗯。哇，吓死我们了。哇。哎呦，凯文也是，够力啊！你们两个，走到前面去，看我们差不多来报警了，知道吗？如果再找，吓死我们，我们冲上来耶！你有没有不要这样累的？以为给老虎吃掉啊？老虎你流更多了。这只也是乱跑啊，一直乱跑啊，真是的而已哟、哦。啊，很厉害呀、啊！现在。Go，get out。哇，真是吓到！幸好找到，你知道吗？幸好刚才让安哥看到他们，好让安哥看到啊。虚惊一场，他在里面。其实如果安哥没有看到，我们也不懂哎。不可能会走进去的。你们够力哦！两个打龟兔，打哪组？冷吗？哇，爽啊！热到冰，哪里有？It's not a pool。娃娃，你懂这个水哪里来吗？就是上面的人哦。小便下来。哈哈哈！你刚才哪？傻眼！不是啊，是怀疑人生。小心啊！拿着。哇！来，手机那边拿着，我玩。你最怕什么？蛇。你最怕什么？蛇。你？蝴蝶。Oh my god！ 你最怕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怕。哇！你最怕什么？我最怕你。Oh my god！ 你最怕什么？我最怕壁虎。壁虎？哎，壁虎！啊，这样就吓到了。It's a surprise！ 跟我一起过。壁虎。什么？里面有什么？哇！原来马路已经怎么了的？哇，破洞！哎，有蛇会冲出来的。Go！ One hour later。全部快点走了，老婆，下雨了。对，下雨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最顶楼，所以我们唯有闪避。哎，雨滴越来越多了。好了。Hey guys。电话搞什么 ？Hi。Bye。有空再来看你啊。OK， 拜拜。好像下次再上来爬山哦。
拜拜，拜拜。对，我们终于已经到了这边，耶！只可惜，因为刚刚我们走到一半哦，然后就下雨，有一点点的毛毛雨，所以我们呢就马上下，因为太多小孩子了，所以还是没办法，没关系，下一次呢，我相信还有机会可以再来到太平山这边。下一次我们再约定太平山。拜拜。